大家好，我是何展佑牧师，我欢迎你，我鼓励你参与挪亚的日子逼近报道大会，一个重要的日期，我希望你能够记住4月28号下午3点钟我们会有培灵会，晚上7点钟有报道会，鼓励你邀请身边的人一同的参与。踏入2024年，全球各地出现可见的末世征兆比之前更频密出现，世界各地战争不断，全球气候反常引发天灾，意想不到的疫症，史无前例的频繁地震。挪亚的日子逼近培灵会及报道大会精彩内容包括，我们将会首度公开播放土耳其阿拉纳山上古墓结构最新震撼影像，场内更会展出从土耳其抵港阿拉纳山木结构内之珍贵上古四大文物珍品，惊人万年石阵及巨型船锚石原大模型场景留影。除了五场蒋丽萍小姐献唱及真情分享外，晚上更邀请了中年好声音二第四名王建文演唱主题曲寻找生命方舟，精彩内容万勿错过，请即扫描 QR Code 报名参加，座位有限，先到先得。